看来这个戴思远是铁了心了。易鸿先生，有没有什么法子，既不放大志出来，又能救他一命？既不放出来，又能救一命，这不等于白讲吗？易鸿先生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当年大志是怎么走的？ 赵岩，万一出了事情，戴园长就得把我们俩给关起来。邢姑娘，这是给王大志送点吃的，再说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开门呀！媳妇，我正饿得心里发慌呢，你就给我送吃的来了，太好了。哟，还有蜜汁肉呢。 吃饱了，好上路。二位能把绳子松了吗？让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吃顿饱饭。他们不敢，怕我跑了，凭他们那点本事，他们这……嗯，好吃，再来一份。两位。 照顾这不成器的东西辛苦了，我今天多煮了一些，你们也尝尝。爷，早听说紫心姑娘茶烧得好，菜也烧得好，这茶我喝过了，这菜……少啰嗦，想吃就吃，你们这是借老子光，以后可没这机会了。这是我爹藏的女儿红，今天刚从院子拉出来，你们也尝尝。不不不。 酒我们就不喝了，我们正当差呢。嗯，今天可以破例啊。嗯，坐啊。哎。嗯，好喝。 我可跟你们俩讲啊，如果要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可要找你们俩。喝！哎，少喝一点。 醒醒，醒醒！王大志跑了，你慌什么？赵委员领着紫金小姐进来，我就知道他们干什么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坐下，接着喝。那戴先生那儿怎么交代啊？由易鸿先生怕什么？哦，这将是易鸿先生放跑的。 我喝醉了，谁放跑的？没看见。嗯，我也喝醉了。
我也啥都不知道。大师啊，我们就送你到这里了，你出去躲一躲。 躲过这段时间再回来，家里也是可以搞革命的。你可千万千万要记住啊，不要再当北洋军了啊！，小德乐，把这事儿给说的平丢了，千万别再出什么傻事了，知道吗？ 子欣，这回啥都别说了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啊！ 快跑吧！快！子欣，等我回来，我会风风光光的娶你。 报告县长，真的是赵远云凶我喝的。是赵一红亲手把人放走的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赵远先走的。那人到底是什么时候跑掉的？不知道，我喝醉了，我也喝醉了。等我把这件事情查清楚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对，是。是。县长，戴县长。 县长，县长，县长放我们出去啊！县长，县长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昨天晚上，我什么也没干，。你去没去过牢房？啊，子欣啊，给王大志做了点吃的。 托我跟看守讲讲，这总没有什么吧？然后呢？然后又回来睡觉了。赵一红，你跟我演什么戏呀？你什么意思？王大志是不是你亲手放走的？王大志跑了。跑了好啊，跑了我们俩就不用为放不放腿吵架。子欣那里也好交代，一举两得。你给我装什么傻？赵一红，我跟你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了。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有没有原则？有没有立场啊？我再给你讲一遍啊，王大志是误入敌营的，这是两回事情，我不管他是咱们进的敌营，他是囚犯，你私放囚犯，你是什么罪呀？你要是认为我把王大志放了，好啊，你抓我呀，但是你要有证据。 我真希望找不到证据。若贤。 大致的事，谢谢你。我什么都没干，谢我做什么？你的心思我明白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
干爹，这还是衙门口吗？怎么弄得跟赌局似的？哎，咱过去看看去。走。跳马？哎，不能跳马哎。老子爱跳马，怎么了？我就跳马了。走啊！把蛆给放在底下去。江，赢了！来来来，给钱。你妈给钱呀！走啊！给。来。来。站住！军爷，我实在不敢了。再说我打断你腿！滚！你听我下。我你别废话了你。我杨鲁，给你块大洋，是不是小心我抽你啊！哎，你好好下，赢他个小金子的。死了吧！来来来，给钱给钱，快点！来来来，给钱！行，我凭什么给你钱？你瞎耍赖是吧？你输了不给钱啊？我是跟他下的，他替我下的。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有本事你也找一个去。找你的，接着来。你会下吗？哦，会一点。能吓唬这老家伙吗？这，来来来，你来，你跟他下，赢了我也给你一块大洋。好。这是这个月商户缴税的账目，拿去给戴县长看看。这什么这？叫你去你就去，哪里来的那么多问题？戴县长，这是……等一下，我正忙着呢。死了吧，姜还是老的辣。来来来，给钱给钱，赶紧的。啊，你看，谢谢军爷。接着来，来来，接着来。军爷，这啊，你们这是跟谁打仗？还能有谁？完了，北洋军呗。北洋军不是袁世凯的兵吗？啊，你们是哪儿的呀？我们是南方的革命军。哦，那你们怎么就打起来了呢？娘的，袁世凯想当皇帝，南方军不干呗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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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不容易一个走，怎么白过河了啊？不就是一过河的祖宗吗？没事的，军爷。看我的，哎，军爷，这北洋军厉害，还是革命军厉害啊？北洋军马多、炮多、卒子多，你说谁厉害？哎呦，那革命军这盘棋啊，没法下。
废话，游泽旗下，我们从南京跑到这儿来。江。这是这个月剩下的饭钱，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。这些年，我们朝夕相处，情同手足。这次没想到为了王大志的事情会闹成这个样子。我想明白了，是我错了，我向你赔不是。我请你喝酒总可以吧？那饭钱从你那份里面出。哎。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儿？这无论输赢都有打洋证。陈弟，打头兵就是打头兵，这当兵的呀都是大头。你没听见大胡子刚才讲什么吗？袁世凯当皇帝了。我在宫里当差的时候，袁世凯是个傻。那是，在宫里吃香的喝辣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小卒子。要想托个信儿啊，都得找咱们。嗯，还得求您，那时候还小。拿来。什么呀？您赢的比我多多了。今儿晚上喝顿好酒，啊？好啊，我都快忘了酒什么滋味了。司远兄，这掐指一算，你来木渎镇也快三年了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来。这几天啊，伤兵入驻到镇上。我们民国政府的工作量突然间骤增，尤其是除了王大志的这个事情，搞得我们措手不及。哎，那天我们俩的谈话，我有言辞过激的地方，你要多多包涵。哎，你这是说的哪里的话？你那样做，也是为了民国政府的威信。都是为了革命啊。袁世凯他的势力现在是甚嚣尘上，敌强我弱，现在尤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时候。只要我们把革命彻底的坚持下去，民主就有实现的希望。三国的时候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佳话，今天我们兄弟两个把酒论革命，何等的气概！来，来，那就祝我们的革命终将成功，民主早日实现。干！
您二位来了，里边请。您二位点点什么？先来两个凉菜吧。哎，来盘牛肉。好，来盘鱼，再来壶酒。哎，得嘞。紫心姑娘和茶馆那边都还好吧？紫心啊，也是想打着精神。你也晓得，茶馆那面招待伤兵，忙得很。这一杯，我们为了大志兄弟一路上逢凶化吉，早日平安回来，跟紫心姑娘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来，哎，同时也祝愿大志兄弟弃暗投明，回来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的同志。好好好，来。大志的事情，我对不起子欣。玉红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不近人情的冷血动物？你呀，你是一个为了我们的理想可以放弃一切的人。是啊，你想想，我们在木渎镇是民国政府的最高官员，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。尤其是伤兵队伍进驻木渎之后，我们的一言一行那是要表态的呀。那天你来找我，子欣来找我，若贤来找我，我多么为难啊！你晓得吗？我晓得。我当时真是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了。我只能这样，你能理解我吧？能理解。我当时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。得静下来一想啊。大志的逃跑还真是帮我们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。这也许就是天意吧。不是天意，是若贤姑娘给我们出的好主意。说起来都惭愧，你说我们两个江南才女，在最关键的时候还不如一个弱女子，你说惭愧不惭愧？哎，子远兄，这一次我可是走到你的前头去了，子欣那里的人情我们还了。哎呀，子远兄啊，我羡慕你啊。若贤将来一定是你的一个好谋士啊。王大志的逃跑是你们几个一起谋划的。对呀，若贤出的主意我跟子欣干的，只是当时不好告诉你。没想到吧？没想到。我没想到你赵一红是这样的人。
我更没想到两个跟我最亲近的人背叛了我。四海兄，你别误会啊，这不是背叛，我们只是想啊。赵玉虎，赵玉虎，你不只是背叛了我，你还背叛了革命，你背叛了我们共同的理想。干爹，这不是那俩政府的秀才吗？怎么打起来了？四眼兄，自从我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，是我干了很多的傻事情，但是在我赵一红脑子里面就没有背叛二字。我告诉你，赵一红，你放走了一个反革命的士兵，你这就是背叛革命。我也告诉你，我们革命是革清王朝以及想复辟的残余势力的命，不是跟一个小卒子的命。队长，队长，哎呀，队长，队长，义工先生，卢主任来了，在政府等着二位呢，他叫十万火急，请您二位赶紧回去。老卢啊，老卢，怎么了？上面来消息讲，国民革命军暂时失利，苏州即将失守。上级命令，即刻组织伤员向南转移。现在，前方十分吃紧，革命军伤亡惨重。这次伤员撤退行动，要求非常迅速。这次伤员大规模的转移，只是战略上的部署，不代表革命将永远停留在低谷。恰恰相反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撤退是为了保留和积攒力量。只有缩回来，积攒力量，才能让下一拳富有爆发力。上面决定，你们两个，一个跟随伤兵转移，一个留在目睹，继续发展我们的力量。一红留下，我带伤兵走，他在这里的群众基础好，容易开展工作。嗯，也好，那大家尽快着手安排吧。啊，姑娘，大家好。戴县长是来找我要人吧？这次木渎镇接纳伤兵一事，多亏了子欣姑娘和各位姑娘的鼎力相助，思远在这儿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居家过日子的小百姓，只图个平平安安的。戴县长不来找我们的麻烦，我们就烧高香了。子欣姑娘，大致的事情，我非常的遗憾。但愿他……我们家大致走南闯北，上的男人场面，做的男人事，到哪都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。是啊。子欣姑娘好福气，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。戴县长，人是我放的，你要抓就抓我吧。前方吃紧，上面指示要把伤兵向南转移，由我来组织这项工作。队伍马上就要动身启程了，我这一走，不知什么时候
才能再见到大家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跟大家道个别。戴县长，那一红先生他同你一块儿去吗？一红会留下来，继续开展工作。这些点心，还有清着炒的碧螺春，您带在路上吧。谢谢。那老板娘，谢谢啊！您这段时间给茶馆添了不少麻烦。不客气啊。大志兄弟啊，是个好男人。我走了啊。哎，您多保重啊！快上来了啊！再见。这边的船可以上。这边的船，快点！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突然，我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听到你的琴声了。还会再回来吗？会，一定会的。我走之后，你要保重自己。等我回来，听你弹一辈子的琴。桃儿，戴县长已经离开木渎了，他这一走，啥时候回来都难讲了。哎，桃儿，这回没人跟你争若贤小姐了。你们俩懂什么呀？这戴孙阳要是在，我还真要跟他争个长短。他这走了，反倒难办了。我不能干让别人耻笑我的事儿。你们俩给我听清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经常到凌烟茶馆附近去走一走，但是不要惊动若贤小姐。她要是有任何麻烦，饶不了你，知道了吗？是啊，是。这若贤小姐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怎么就没托生个女人呢？我要是个女人，生是您的人。死是您的鬼。阿宽，哎，哪一件更好看？
娘说过，公鸡啄尾巴是要找母鸡了。你晓得什么？洪先生，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呢？子欣啊，这不好久没来看你们了，顺便给你们买了一些前生园的松子枣泥麻饼。哟，让你破费了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谢谢你了。有一盒是送给知画姑娘的。她在吧？在楼上呢。哎，这个也给他吧。哎，不了，这个你留着吧。哎，这个真的是给你们买的。哎呦！子欣姐，哎，志锦，易宏先生来了，他在楼上找知画呢，找我姐姐，怕是要吃喜糖了。子欣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晓得了。来了。洪先生，您请进。知画，其实我早就该来看你的，只是因为我最近太忙了，你也晓得哈，所以。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件事情，憋得我特别难受，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告诉你。知锦已经知道了，我喜欢她，我想娶她。我相信你这个当姐姐的一定会成全我们的，你相信我，以后我一定不乱花钱，多攒钱，攒得多多的交给知锦，我一定会让她过上好日子，不会让知锦受一点委屈的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有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吩咐了。亲，我提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姐姐。
赵爷，哎，是裘肉侯啊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帮我把牌子给摘起来。哎，慢一点啊，哎。随风飞。